深藍色衫嘅李文，有基華尼頓左路傳中，鄭少君禁區內接應一頂，仲未彈出，半場嘅互交白卷。60分鐘李文打開紀錄，元朗後衛解圍失誤，鄭少君喺右路偷波再傳中，尼迪利近處接應射成1-0。71分鐘李文憑住一次靚組織，阿哥斯達埋門踢係射成2-0。2分鐘之後，尼迪利單刀推右走咗，避過元朗門將陳家豪射入空門，協助李文3-0擊敗元朗。